对国企的一种热爱吧，我应该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，在新疆服役了2年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因为亚运会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会场嘛，也提高了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。 享受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成长自己，这样一个感觉，拓展了我对这个社会的认识，同时也让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。就我个人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人，我是吴静，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，这个机会就是就这么样摆在我的面前，我觉得我就得去尝试。